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老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老早。好，咱做个三个来看，《传道书》第十一章第四节：看风的必无夜静，望云的必无收割。如果我来问你，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？大部分的人拢会讲读圣经、祈祷、固定参加主日聚会、伫教会内面的服侍，有十分之一奉献。刚才所说的这些其实都不对，但是很多时候你有想到吗？我们去用空在一个哪的里面，就像做这些事才叫做基督徒。其实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应该是他有一个属灵的信心，就是说当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认为是可能，并且是挖靠着基督说可能，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。看不到就相信，这叫做信心。我们已经习惯到我们活命中间的一些思想或是生活模式，就看风就望云，对目睭来看环境，看困难来评估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的选择，甚至未来的方向，未来的对象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圣经里面跟我们说，靠着那个加天给我们快乐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这就是我们要去在主的应允中间不断的去经历它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常常都将自己关在那个哪的里面。求主打开着我们信心的目睭、信心的心胸、信心的眼界，让我们可以有属灵的信心，对现在来看应验，相信主要给我们的，相信我们要在主恩惠中间领受祂所要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真做一个，并且要活出一个无相像的人生。用暗祈祷会邀请你做会同心来祈祷，用信心仰望主阿头来祈祷，特别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来到你自己喜欢的宝座前，恳求你学，让我们学习有属灵的眼界来看你和应允，让我们无看环境，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靠你站在，行踏在你自己恩惠的中间。祝福我们的兄弟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，愿上帝赐福给你和你的一家。